这臭猴子不会已经走了吧？江雨辰，哎，好巧啊！幸好碰到你们啊，我伞都没带。巧吗？这附近不就是园艺社吗？啊，是我去你附近那个书店拿书嘛。那你拿的书呢？没拿到啊。那我可得问问小白，怎么没把书准备好呢？我现在还没来得及去。你来的不就是书店的方向吗？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假扮了。你不会是特意来接处理的吧？这水都下到你脑子里去了呀！我来接人，我不带伞啊，我傻呀！我看你也没怎么淋着啊。我跑得快嘛。顺着书店的方向来，又没有带书。该不会是……鬼鬼祟祟的，在我房门口干什么？那个，我房间的吹风机坏了，想问你借一下你的。等一下。啊。还愣着干嘛呀？还要我教你怎么用吹风机？不用。那我先回房间了。等一下，吹风机不用还我了，用什么坏什么，也不知道你爸妈是怎么把你带大的。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爱情。